Thank you.
掉吗？我电器也关掉了，那就是没电了。扶上了吗？
定位，你是封面呢、啊？你是不照封面啊，对不对？这次活动 YouTube 你自己去看，你是封面，真的，而且很白啊。啊，没有，哎。给你一颗备用电池，给你一颗备用的。知道怎么装？很简单啦、啊。你这个拔掉，然后对吧？你问嘉豪就知道了。哎，哇！嘉豪要上场丢脸了。哈哈不行，这里逆光。哇，完蛋了！你们班要失分了。哈哈哈哈你是英科的、哦，对啊。OK OK， 就掰了就掰了。嗨。我怎么觉得看过你？去剪过头发啊？去剪过头发。你也是北京的吗？哦。我给凤姐了。啊？我给凤姐。哦。你是哪一个科系？商科。商务吗？没有，商经。商经。我们的毕业影片不也是你们拍的、啊？嗯哼，没错啊。现在我变成新名。你们可以签很多特约，好不好？没有了，我就跟凤建议要不要直接在北京开一间理发店，你就赚够了。没有没有，那是我们未来可能会想要拍电影，所以要先联合其他学校，就北京啊、新民啊，然后朝阳啊，对啊。这一场已经有人拍了。嗨，你要拍那一场吗？帮我拍一下。哦，也是没有打。要不然没有打。我去看有没有认识的，还是你要帮我拍一下？下来，我可以帮你啊。真的啊？那你帮我拍这一场。OK 啊。我先去飞一下空拍机一下。OK。你帮我拍这一场。可是这样子可能逆光哎。我也觉得。这样都看不到人，可能要站在那女生那边。啊，好尴尬哦。啊，不会啊，你就说不好意思。可是我是一个。害羞，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你站在那里，它就会让开了。那里有个洞啊，被填补了。确定你要逆光拍，还是你可以在那里拍？哎，在那个、啊，在朱先生旁边。朱先生是谁？朱先生啊，朱玉。朱玉姐啊，朱玉姐啊，在那里啊，在裁判桌，裁判桌后面。完了。你在哪里？玉姐，这就个专业度的，快点啊，来了，我刚要走，剩下干。
哦，神叫我帮他录啊。他要录了。没有，你没你。为什么？这是欧神的、啊，因为他跑，因为他跑我，我不要啊。三分吗？三分。对对对，好爽哦！好爽，好爽。你看他亮起手机，好帅哦！我已经懒了，太急了。不急，不急啊。同一届的吧？对啊。其实看不太怎么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按哪路啊？这一场啊。你说女生啊？他没有吗？他想帮助我。欧森啊。欧森叫我没有，欧森我不知道助理要干嘛，我只知道欧森叫我拍这一场。哎，进。俊杰，陪我啊！刚才叫大家去休息。这个，不知道下一场是谁？下一场是谁？邱世奇。我傻眼。没办法下，嗯，等一下，大便。哎，这你们班是这样？你说这一台？我哥哥。不是，这一台是 Ocean 的，就帮我们剪头发那个人。这我觉得，哎。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这一场没有很优，打我要打我再打。对啊，我觉得最后我们班跟土哥打的比较精彩。问他是不是？啊？问他是不是？你说谁？欧森啊？不知道哎。真的想看不下去，有点看不懂下去。哎，八比零。关野屌爆！哪来喝的？贝哥跟贝哥。
在要不要现在录手机？可以。好，用手机。哇，你用手机录吗？啊？用手机录吧。因为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奥森在哪里。他不是最后两个。他要去。他说要去用空拍机。他刚有带进过了。啊？刚刚有带进过了。对啊。他一颗打线，桑乙跟帽甲，哪里？这一场、啊，你说你是？对啊。为什么要派邱思琪？我不知道，分别啊。我看一下我帮你们。
欧森你好久哦。怎样？为什么你不拍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面对这边。朱宇杰说他要拍这一场。这场在哪里？这一场。这一场。哦。那你要帮他拍啊。对啊。你要靠近一点，你尽量要靠近中间。对，就是这边。这也太尴尬了吧。嗨，顺全哟，为什么你在拍？你帮女班拍啊？不是，我们班没有女生，我们班没有，好像你们班没女生，这很靠北、欸。一个棒子，你有看到那台空拍机吗？那个是外校的，真的，就是他。就是帮很多新人剪头发、啊，只要今天班就带一堆摄影机来拍。让我猜你们班的蓝色。是吧？等一下还有，现在4-1啊！等一下还有97。哦对，超夸张！他昨天还问我说，你们班有谁打？然后他超怕死。根本不用怕，好不好？上半场打那么稳。
掉了，他刚一直也关掉了，他刚一直震动，对啊，然后他已经够带了。好，来，那你把我丢在那个老师哎、欸，真的啊，哎、欸，你有那个路径的、欸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看到。没有，他刚点名就是说没。好，今天，我刚有跟他讲，今天你路径了，今天你要路径。好，我给你特写。